你要用法术吗？我也要。在挑魔杖，买魔杖，走魔杖。给我任务，完工了。我们渴望复仇。我已经尽力了。莫扎奇，对上，是戴琳娜。你们法师没有武器，不会觉得无聊吗？法术就是最棒的武器。要用法术吗？我也要。我没有管他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法术好好玩，太好玩了。Thank you.
了。要用法术吗？我也要。故事结束。这个力量太妙了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好，快点！
多么美丽的光啊！我快没牌了。莫扎奇对上严信，我就知道升等的时候一定会对上你。反正输的会是你。要用法术吗？我也要。你真的很努力，我就给你一点勉励。法术好好玩，太好玩了。
还了。我是魔法的宗师。话说好好玩。太好玩了！破坏他们的魔法！这就不要来打架。要来场风暴吗？故事结束。专注才能真正成功。你不能拿走我的蜡烛啊！烧起来！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下课后来找我。发现野兽，
该认输还是得认输。莫扎奇，对上耶路西亚。这会是非常有趣的测验。那还用说，我的课那么好玩。我们渴望复仇。更多，更多灵魂。灵魂。尴尬了吧？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也要。故事结束。准备扫视。更多，更多灵魂。
你的心灵不属于你自己。跳吧，傀儡，跳啊！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怎么问都问不饱。准备扫视。卷轴写得真好。完工了。你的心灵不属于你。
傀儡，跳啊！完工了。让我来改变你的主意。完工了。莫扎奇，对上莫扎奇。你看起来有点可疑。说，学号几号？哈哈，你讲话真好笑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就会爆炸。这卷轴写得真好。
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Yeah.